哦，不，宗峰先生，跟您见面是我的荣幸。可是我现在得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。没关系，亲爱的 ，Papi 会搞定一切的。这玩意儿该归玩具堆。早上好，快起床，快起来！早起的狗狗有骨头，快起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快点快点，快起来起来，起来呀、啊！爸爸，花生酱。一片儿。